菩萨像根里面，除了不贪不嗔不痴之外，还要加一个精进。不舍菩萨业，菩萨事业是什么？度化众生。 菩萨没有其他的事情啊，在《四十华严》里面，我们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这五十三位法身大士，示现在人间，他的身份。 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无论事先什么身份，目标一致，教化众生。啊，给众生，给某一个行业的众生，给某一类生活方式的众生，做一个最好的榜样。 这个最好的榜样也有标准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做这个榜样啊！啊，做觉真经的榜样啊！众生跟众生正好相悖呀，众生是迷邪染啊！这叫菩萨事业。 啊，这个叫如来加业，大家要明了，绝对不是如来加业是出家人的事情。你要这样想法，你就错了，出家人。 当然要担起，在家人也不例外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佛门四众是一家了，四众要和合，佛法才能够久住在世间，才能利益众生啊。四众分了家，佛教就完了，就灭亡了。 如果以为，哎呦，这个是如来加业弘法利生，这个东西是出家人事情，我们在家人不负这个责任。啊，你就不是佛弟子，你不结如来所说意啊。如果说在家人没有这个责任，那你看五十三参，五十三参这些法身大士所实现的。 五十三个人里头，只有五个是出家人，其他的全是在家的。这些人不学菩萨业，都是在少龙佛法，所以要晓得，肩负如来家业。 在家跟出家没有两样啊，不分彼此的呀。啊，如果这个里面说有彼此，这是你错误的观念，你错了，你看错了，你想错了，啊，你要把这个错误观念修正过来。啊，四众。 密切合作，佛法才能够常住在世间，才能够利益广大的众生。啊，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。最后一条，不离菩提心。菩提是梵语，意思是觉悟啊。这个不离菩提心。 如果要说一句
落实在实际生活上的话，就是不离三规也。三规是觉真净啊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。不离菩提心就是不离觉真净啊。所以我们学佛一入佛门，先接受三规啊，三规是我们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啊。离开三规就不是佛法了，不是佛弟子了。普贤菩萨举这个例子，最后一条非要这个不可啊，他不能用别的呀。如果他用上别的，那后头还要用这个不离菩提心。菩提不离菩提心是个总结啊，自始至终啊，开始是受三规，最后不离菩提心。你看，彻始彻终。没变样子，始终一如啊！啊，告诉你，始终是一呀。这个意思非常非常的深啊！啊，维摩所说的不二法门。十宗不二啊，这是真的入不二法门啊。净宗讲的一心，十宗是一心。说今即是道场啊，可见的道场不重形式，无论什么地方，只要是设经的那个地方啊，就是道场。啊，诸位同学啊，记住我刚才所说的，设经那个地方啊，就是磁场就特别强。啊，我们感觉非常迟钝，觉察不出来。天人鬼神那个感觉的能力比我们强，他们感觉很敏锐，所以那个强能的磁场他感觉到。即使再短一分钟两分钟形成那个强大的磁场，也永远不会消失。天人鬼神的时候他能感觉到，他对那个地方能生恭敬心，便于塔庙一般无二啊，故戒严密供养。它是礼敬来供养。塔庙是弘法利生的场所，塔是供养舍利的，此地讲的庙就是寺院。因为罗什大师啊，这个经是鸠摩罗什大师翻的啊，在译经史上是属于早期啊，以后呢就不再用庙了啊，以后用寺了啊。早期啊，有的时候还用这个中国古时候啊这个庙啊来称啊，其实庙跟寺性质不相同。
庙是祭祀鬼神的场所。寺庙这个寺院呢，那是佛的和教学的场所。这个不一样的。所以这早期已经我们要了解了。那个时候这个名词术语还没有这么样的专门。分的还不是太清楚。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庙就是寺院。寺院是供养三宝的。三宝活动的场所。所以那个磁场那个肾当然跟一般场所不一样。可是诸位要记住，佛在一切经上常说，诸法因缘生，佛法也不例外，佛法也是缘生的。缘能生呢，缘也能灭。这个道场有人在这里真正修行，就得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。如果这个道场再大，没有人真正修行，像黄念祖居士常说的，只有形式，只有样子，没有一个人是真修的。那这个虽然形象上是个佛教道场，它的祠堂并不殊胜，并不很强。天人鬼神经过了依旧不理会的。如果这个道场里面还有一些人为非作歹，不但佛菩萨不来了，妖魔鬼怪乘虚而入，变成什么道场？魔的道场，就是变成妖魔鬼怪的道场。这个就是说明缘生缘灭，一定要懂这个道理，否则的话我们看到的现象往往会生怀疑，为什么古时候那么盛的道场现在衰了，从前住几百人几千人的丛林现在一个出家人都没有了。缘的关系，这个缘呢真修一切讲真的，做不得假了。再看底下一条，法华云，能为一人说法华经，乃至一句，世人则为如来所牵，行如来事，法华然，一切经皆然。这举《法华经》为例子，说明《金刚经》上常讲四句偈，一句也行啊，这不是四句，一句都可以啊。那《法华经》上有啊，为一个人说的最少说一句，这是说明说法的人呢，他的尊重。诸天尊重处所，实在讲就是尊重这个人。能为一个人说大乘法一句，这个人就等于是如来的使者，如来派遣他来的，代表如来说法的。那要说四句偈，要说全经，那就可想而知了。
行如来事，如来事就是前面讲菩萨事业。佛菩萨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，就是为一切众生说法，就是做出最好的榜样给一切众生学习。法华经如是，一切经皆然。这个理是贯通到一切经，所以金刚经上一句也行，我一个人说也行，这大乘经合起来看，意思你就更清楚更明白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